这个怎么拼呢？这里先吃了半条，这里要回真加固。下一步是缝这条边，缝缝是倒向外面，就是倒向大的这块，这边就是正常的车，然后再车这条，这个地方车起来缝缝向外倒，下一步就是这样子车起来。然后这个地方这样子熨烫一下，这个东西最后一条车上去是这里，这里会有几针重合，这里有几针是重合的，然后熨烫一下。我这里缝缝是倒向外侧的，根据实际情况不同，也可能倒向内侧或者倒向两边，这种错位需要车缝一圈的做法。不单九宫格基础的图谱会有这种情况，我也在16宫格基础的图谱里尝试过。